享受人生。大家好，我是艾瑞克。你说你要介绍的这间店在哪里？在你行李。还有快点啊，在哪里？在这附近没？好，我过去看一下。在这边等我了。没有啊，你在搞我是？你说那家店叫什么名字？叫很爽啊。我知道很爽，你不要搞我好不好？店名？靠腰叫很爽嘛。哦，叫很爽，你讲清楚一点嘛。哎，不对啊，啊就没有店名叫很爽。我跟你说，在这里。这里，你也不早点讲，你害我在那边走来走去。你是痴汉哦！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那老师这边是什么地方？这边是我们的工作室，叫做蜜谷。那我们按摩的选项其实有很多些，有一个是专属给情侣或是朋友。家人都可以，然后是两个按摩师帮两个人按，所以等一下会帮你还有另外你的 partner 一起做服务。那个主题叫做按阴阳，对，按阴阳，就是按阴跟阳，通常是情侣，所以是按阴阳。那因为我的朋友等一下会来，可是这样子我们是按阳阳，对，就是按阳阳，两个男生按阳，所以等一下会阳气喷发。那我们准备一下，等一下就来体验了。先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安哥。说话。嗨，我今天来陪他一起体验这个课程。你好，泰哥。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请老师引导我们做接下来的调理动作。好，那等一下就请你们帮我们把上衣脱掉，然后趴着。好，那剩下我会带领你们。观想每次吐气的时候，把你的烦恼、忧虑、疲劳，透过吐气一点一点的释放。每次吐气后，会感觉到身体变得更轻盈。轻松，现在可以在你的眉心观一团白光，透过吸气进入到你的体内，每次吸气把它扩张到你的头顶。下到你的喉咙、肩膀、手臂、手腕、手肘、双手，下回到你的中心、胸口的地方，再往下到你的胃部、腹部，接着再观想它从你的脊椎。后背下到你的腰、骨盆，再往下到大腿、小腿，直到脚底。所以现在全身透过这个白光得到了净化，而且在感受你的身体的脉动、温度、
好的跟你的身体说声谢谢，替我们做了很多。深的吸气，观想你的胸口绿色的光。一样吸气的时候扩充，呼气的时候释放。在这里可以感觉到平静、自由、敞开的心。现在这个绿色的光从你的胸口一路传达到你的手掌，你可以牵起手来。观想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，想象一下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彼此给对方的感觉是什么？对方的眼睛感觉到的是什么？再回想一下你们第一次肢体触碰的时候，彼此的温度、彼此的脉动是什么呢？心里跟对方说声谢谢，愿意替自己敞开信任。也对着自己说声谢谢，愿意接纳别人，容纳更多的爱还有可能出来。呼吸回到自己的身体，记得每一次吐气都是释放。平常哪里不舒服吗？鬼辛苦哦，鬼辛苦啊！现在可能连心灵都不舒服。那我慢慢吸气，然后吐，再次吸气。
叫吗？怎么这是我的另外一个？我直接不想拍你了，其实。比较放松，然后肌肉的调理。哦。就是我们都喜欢做这方面的服务，所以自己会想办法去精进。的话就比较不像单点那么刺激，所以你有感觉到比较放松一点。你的话也是肌肉这一块比较用力，这边还好。老师，这个油叫做爱老虎油哦，这个是 base 做的。哇，通常是会增加情侣的那个没有催情的功效。嗯，情侣我可以带一块回家。那我们看里面的味道。
气胶的，就是比较好去贴合我们的肌肉。老师是不是他平常都在想一些有的没的？有可能。今天之后，艾瑞克的粉丝都会知道他的形象是什么。天南。没有。知难而上。请看这种怂脸。
为什么你刚好坐起来的位置黄光打在你脸上，有点像那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回光返照。这就是所谓的暗阴阳啊！你看，一个结尾的时候你是躺着，他是趴着。不是躺，他是趴着。你没有发现？这是就是调理的时候是真的是这样。对你看，你觉得状况？对，我是看。对啊。而且今天刚好。对，那就麻烦你们两个一些想要给对方的话。那给你们两个彼此独处的空间。那你们写好就可以给对方看，像你们的。你要这是我的名片。你的是什么？事业顺利，早日财富自由。然后这个嘞，过年时哦。平安喜乐，天天开心，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，梦想达成。你怎么不拜年呢？那下一个步骤呢，就是会为你们两个抽个卡牌祝福。过去、现在跟未来，我用的是芳疗卡，因为我平常就是我的服务就是会抽卡牌，所以这个上面都是精油的名字。那过去这边是我们可能透过直觉觉得彼此的合作会有一些愿景等等，所以你们在一起去做了一个新的项目啊什么的。现在的这个部分就是可能很多事情跟你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，但是你们就是尽量的放松，然后去接受命运的安排。那未来的话，就是因为香风草对应的是巨蟹座。你们两位是什么星座？巨蟹。啊，你巨蟹。你。我金牛。你金牛，所以你们可能也是要很多的沟通。也是要是跟女朋友来聊吧。我们已经该放过手。对。所以你们获得了什么？获得了。允许自己。允许自己抚抚慰。抚慰。不允许自己讲错了。好啊，那祝福两位哦。好香哦。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另外一个伙伴纯纯他自己抓的花草，哦，里面都没有尼古丁，所以也蛮适合不想要尼古丁的，可以借由这个来替代。那它里面也有不同的成分，像是薰衣草。不同的香料花草，那可以带到放松。薰衣草会有很重的薰衣草香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草味比较重，草本的。你不介绍一下今天你的感受？它的这个暗影响，就是对于情侣来说，从来都觉得都很棒。因为整个过程真的是，不管是身体上或是心理上面，都很享受，很超棒。而且按完之后。稍微休息一下，用卡片去做
写给对方的那种心里的话，我觉得都很棒。再加上抽了完塔罗，用老师的讲解的方式，可以更完整的增进大家的感情，不管是情侣或者是朋友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而且你看，抽完就是做完整套放松完之后，还可以有这种没有尼古丁的烟，就是让大家真的完整的放松。究竟有哪些做到这样子？而且像你从一开始带到这个环境，或是后面的花园，或是到这边这种享受的地方，真的是没有多少店家有做到这一块。所以今天是不是给你一个很特别的体验？真的，真的带这个地方。这是游戏来最舒服的一次，但是要跟大家说，这边的话一定要预约哦，不然老师没有空了。老师非常喜欢往外跑，这边的老师都很喜欢做一些就是活动，所以他们其实大部分时间可能都会在外面，所以如果要做，一定要到 IG 上面去做预约。那更多资讯我会放在说明栏，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做群的预约。那下一个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